他是全程热恋里的小琪，也是第一次里的宋诗乔。他以青春靓丽的姿态，阳光灿烂的妆容，俘获了众多粉丝们的心。第一次做客光影星播客的他，带来了他的新片《第一次》，为你带来那份初恋的感觉。他就是本期的光影星播客 Angelababy 杨颖。分享快乐，探索美妙。大家好，我是光影星播客 Angelababy 杨颖，欢迎您跟我一起来享受精彩欢乐的电影时光。五月二十六日周六，佳片有约专栏，我们为您添，那就是由汤米·李·琼斯和威尔·史密斯联袂出演的超级科幻经典影片《黑衣人》。想当年，这可是一部轰动影坛的佳作，直到今天，这部影片仍然被铁杆科幻迷们所津津乐道。让我们一起来先睹为快吧。我们将选一个人，他能徒步追赶外星人，这种顽强是非常可贵的。我要喝点咖啡，你要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你们好吗？我加入。我要切断你和所有人的联系，从此之后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。他们是负责移民的超级警官。四型原子分离枪，这才是我想要的。我真怕把它弄断了。我们发现了虫子。威尔·史密斯、汤米·李·琼斯联袂出演。不断变换的高科技让他耳晕目眩，更让他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啊，我就知道这是外星人，你们是联邦特工，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。不，没有。你的世界完蛋了。科幻片《黑衣人》，五月二十六日周六22:30，电影频道经典佳片有约播出。